我对赚钱挺感兴趣的，越是往里边钻，越觉得里边门道多，特别有意思。女活，哦，这是好事啊，女儿，只要你感兴趣，爸爸提供一切条件。嗯，臭爸，嗯，不要插手啊。我说的赚钱是我自己赚钱，而不是坐享其成。这次金山项目跟下来，我发现做生意无非是做人跟做事两件事。 你要是真的想帮我，不如教我一些跟人打交道的合作技巧。哼哼。